现在娱乐圈的明星已经不满足于只当一个艺人了，但他们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资金积累，很多明星都会选择自己当老板，或者让家里人开店做生意。近日王俊凯父母的奶茶店开业，引得无数粉丝迷妹争相前去打卡留念，客流量超大，场面壮观。然而三日晚，奶茶店官方微博突然宣布将进行短暂的休息闭店，正式开业时间另行通知。随后有网友澄清了休业原因，原来是连续三天粉丝排队购买奶茶，从早排到晚，高强度工作致使店内机器坏了。粉丝也在评论中喊话偶像爸妈，叔叔阿姨好好休息，我们等你，公公婆婆不准太累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